像是参战赖清德主张特赦阿扁，蓝营不满联署推公投绑大选，但面对敌营使出分裂杀手锏，韩国瑜有见解。蔡赖配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民进党绝对不会分裂。如果国民党的想法是希望民进党分裂来获得政治好处，对不起，门都没有，那你就太不了解民进党。一语道破绿营把戏，蔡赖配如果真出击，势必得推强棒。组发会回应基层，为韩国瑜解套。用协调的机制是有初选支持，产生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那他们同意这种协调机制，让韩市长加入这个机制，才有办法成局啊。协商这个初选的制度，是我们登记的人有权利的。李正华主委讲得很正确，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商，那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出最强的总统候选人？一直都是我坚持的原则。按惯例，八月全代会确认最终人选，就怕有推翻可能。协调机制步步为营，但想把韩国瑜纳入初选，第一步得要太阳首肯。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嘛，哈。等现在我们应该最关心的重点，应该是民进党已经出现了一个主张台独又主张特色陈水扁的一个候选人。党内的初选的一个办法啊，那么一变再变。让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说，怎么去适应。给了软钉子，蓝太阳们继续焦虑，却让基层焦虑。国民党想重返执政，最强棒会是谁？呼之欲出。记者郑宗文轩台北报道。